天文日出现廿二十九位，总统蔡英文系贴片六个样片，提今明日来发表春节谈话，也重点系并提一个风气度。总统就感谢所有建树工会嘅人员，问大家做得安心来过年，同时咪用客家、葫芦话、屯马祖话来向大家行过全世界嘅欢迎来拜年。大家好，今天是年二十九，我同所有国人同胞，还有全球各地过九六年的好朋友拜祖年。总统蔡英文首次发表九六过年谈话，佮讲九年系充满挑战的一年，感谢全民团结，克服难关，每对国人配合注意防沙雷锋疫情，提升各国的疫苗注射率。韩国提醒，面对疫情，听从卫生单位。面对疫情的挑战，应该好好应应。生意地位唔过唔是强，过年假期要请大家继续注意疫情自身，做好防疫措施，保护自家，要保护其他人。谈话当中唔但唱提到防疫有每人嘅成果，经济上没有大人嘅表现，我国出口连三十八载年增成长，去年经济成长率未突破6%。外交方面，感谢民族盘村对台湾嘅支持，为继续深化屯国国嘅交流。严家富言，总统麦基德雷吞喊你拜年，新年平安，新年平安，新年恭喜，新年快乐。过新年，总统麦屯乌卡基各位每位带酒酒温馨上，欢喜到哪唔得？严家新年多，副总统来请得，以前麦太点给好下发嘅成绩。五福先锋春热暖，地海融入太平安。大家好，我是副总统赖清德，祝福全国乡亲虎年新年快乐。电话方前江同客家乡亲的基地，总统、副总统带头公务员，每展现对客家语言的重视。客家新闻，齐永尊、张美云特别报道。